好，马上加你档。其实我没有想太多，这一次我可以再跟导演方金华跟潘曼红合作，我是很开心，因为最初是他们找我拍一个剧，然后一部剧，然后可以让更多的观众认识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可以再跟他们合作，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跟他们合作，所以我可以再跟他们合作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很期待。对，我这一次是演一个外科医生，我觉得挺好玩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一个外科医生，我从来没有动手术，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蛮好玩。台湾已经有做过，可以宣传几遍了。有，因为我们开工之前，我们会跟医生去开会啊，然后学一些动手术的方法啊、手势啊，这样子。啊，因为毕竟一有开过，都该把那个填补好那个。没有太大的压力，我觉得剧本好啊，然后导演好，对手好，那就好好的enjoy 吧。